Pa.村长，村长，村里面坐，村长，村长。海棠花刚刚开嘛？啊！退哦！。马先生是第几次到？第一次。哦，第一次呢，我们就先给你汇报一下，汇报一下。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10月正好双十节成立的。当时成立呢，因为它是就是大家的这个思想不统一，有些认为它是封建的，啊，但是我们应当把它推翻。退快点。最后还是静下了他，选了十月十号就是，谁要反对的，就是反对国家独立。1925年十月十号，明年我们就是100周年。
打完飞了，现在当然到了机翼闪了，原来是一个毛病的，后来他就学了机翼闪。文物包括了皇帝的生活，啊，所谓的非常详细，对，起居他说的话，啊，什么，所以这个保护的任务非常重，你看，我们每年都要给。大姐，等到了。对，皇帝关系，他是比较最高的啊，最高就是都是将近30米。三十米啊，这个是比较高的，然后是太和殿是中间。啊，看我们从中轴线走。好，咱们有点距离。所以这是金水河，金水内金水桥啊，那个柱头，所以像一个龙啊，就是水是从那个西北角进，从东南角出，就像一个龙。啊，这是五座桥，人以礼智信代表。燕锦，走快点了。这是明代，整个的城的规模。不好意思，里面的这些建筑，主要的建筑也没有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三宫六院，就是这些六院的，这石头都是原来的，都是明代的，啊，这些都是明代的。这就是，我都这样说。玉露，上桥去长城啊。小心脚下啊，大家小心脚下。故宫院长在介绍古玩的时候，退原来它不叫太和门，就明代的时候它叫奉天门。奉天门啊，奉天门。啊，我们已经走了，我们在。奉天门，就是它的天子。天子。对。天子。到了清代，把它改了。快点。帮我拍张照。老板，等等。谢谢燕姐。非常热心的参观，抓的特别准，道理和。好，送人看你啊。战争。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他不上朝，他你看他是特别。退。往后退。退。大哥，我们一起退，一起退，丢一个啊！哈哈哈哈哈！说不清，这是野史，听野史。你没问这个？这我不是这方面的，没做这个，民事专家。大概从这上去啊，左拐，小心脚下啊，左拐。快后面。燕姐，退。推到门后边呗。他在武英街，在那个地方登记，然后很快，我们现在就看到慢点啊，小心脚下。他在武英街的时候，我经过的。
好，收了。最后是满族人啊，进来。秦兵入关以后，他就用了明代的考古。哎呦，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宋朝小心点，朝代小心脚下啊。退了退。直走是不是？直走吗？所以我们看到的太和殿。原来明代的是更先进的，我们沿着那条，这样走那条。来，咱们走这条道啊，走后面那条。对对对。横的吗？对，从那从那条道走。哦，这不好走的。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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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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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好，两位看镜头，一，我在你下面啊，五，我拍给我也拍，这同时拍了，五，好，稍等，稍等，稍等，来这边来一张哦，来三，二，手放下一点，来，我跟马先生，稍等，马先生照着，王院长和楼院长一起来吧，对，一起吧，来，先来。你先好了，院长您再往这边来一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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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再来一张，一二三，稍等，稍等，来，老爷，来，快，来这边呢，来三二一。稍等，你好吗？好，来这边三二一，好，谢谢。马先生单独来一个，我们记得过来照一张，快，单独我们拍一张。我还没有单独留过一张呢。待会主任也来。您可以再往这边来一点，对，再拍一张。好，谢谢。他们都涂字是吧？衣服还等一下哦。叫过一下吧。嗯。来，后退。好，你在前面吧。来，蹲一点就行了。再摆 pose。帅。很倒霉。太帅了。很倒霉。你才发现。好了吗？好了。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就是
边的，来，单独来一个。帅哥，你好，流行起来了。哦，这个帅，这个帅。好，是主要看这儿，主要看这儿。好，反正今天是没有观众的一个。好，帅。面宽是十一斤，其实它中间是九斤，面宽十一斤，然后这样进深是五斤，五十五。左右，左右，左右。加十，加四。左右。左右。最高的。这个九五点，最高点最高的再往后睡一点。好，可以，谢谢。栅栏呢？二十米。有两边。一是他那个地方插旗子的，那个地方两边插旗子，然后分裂两边。但是在这个地方重要活动一年就是三四次。结果好，我们退吧，我们退，我们再退一级，再退一级，咱们退。砍子哦，砍子，砍子，砍子不动，砍子哦。对，好像，完全，实际上它从早期的龙跟那个完全不一样。你看往后，你看变得有点，对，实际上昨天跟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在，也是参观这些。来了。就参观这三大店，叶龙，就最后就说到，我说我们翻译有问题，这文化，这种相互的，就是交流，这个 dragon， 确确实实不应该代表我们中国的 dragon， 他那是一个恶兽，我们中国的龙是瑞兽，啊，祥瑞之气，说来相互语合理。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龙印创造出来的印？说你脚下了？不是，是他们先有，他们先有啊，我们用了他们，他的在他的文化里不是一个字吗？不相称啊，不相称。那就是正宗相称。过来。这是皇帝的宝座呀，登基呀，大风啊，在这个地方，平时也不会。就是元代这冬至啊，这几个节日会在这个地方。见机随友，这也是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规矩。这是吗？对，这规矩，它还不是规矩，规矩就是理了。你在认识规矩的基础上制定规矩，啊，就是制定人你要遵循，要敬畏自然，这样。对。这个句子是来自哪一个？这个是商朝末这些。然后到那个周河地区，这就是商朝末地区。看那个，得到了很多的。我刚才你这还是铜做的，是吧？啊，是铜做的。哪个鼻子啊？太高了。你看那个脖子光啊。飞机子啊，好像是铜的。哦，那是它是一种综合材料，有地方是铜，有地方木头啊，那都是什么金丝楠木啊，什么之类的。啊，
他就不让你动，他就不让你动。但我记得以前好像泰来这里面有一万多条龙。哇，真的？就是因为一万多条。包括图画的。啊，就图画的，各种各种，就龙的世界，就紫禁城就龙的世界。一下，不是你说那个，那后面在那个乾清宫，正大光明，特别后面，正大光明后面放的不正大光明。好，咱们走吧。就是配合一下。对。往下走，往下走。同学，同学，同学，不好意思 ，sorry。中间的叫中和的，中和太和中和。嗯哼。饱和。中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要建立一个社会和谐的。小心转弯啊！楼梯要哈，小心一点。小心转弯了啊！马上。张哥。原来都是满汉两路，后来这古城列所成立以后。古城列所是先于故宫博物院开的，1914年，就是把来自承德呀，来自那个沈阳的皇宫那些文物就推到了现在，前朝，前朝对外开放，所以就没有办法搬满。在台湾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安平搬满。啊，但是后面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后宫的乾清宫啊什么全满文都保留，就全部保留了。因为他把它作为一个博物馆，小心后退啊，下面有台阶了啊，小心后退，咱们有个距离啊。这是他上朝啊，最近要我大哥休息的地方，就是要看，你可以稍微低一点或者休息啊，英姿绝中。这来自上朝，这个手机英姿绝中来自上朝，看可以吗？可以，道心微微呀，道。人形微微，啊，微精微液，云之绝中，这个太了不起了。对，我那个就是几千年的智慧。现在是，也能激起这样的智慧，一切都。只有从小学到大学，名字叫云中的人一大堆。这个中不好把握呀，这个中不好把握。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所以我们的中音，过去我们理解的也还是一些狭隘。中国我这个我这个活心里不是拍谁拍谁大家
十秤，十秤，在小学生上，他说不定会指正呢。这郭大哥。以前也是那种，后宫是住人的，其实前朝是不住人，前朝都是他举行仪式的。马上上台阶了。等一会儿我们到后面就可以看到后宫了。这是后宫。对。上特区。还有最后一个是永治。对，这个是后来就变成了国考的地方。国考的地方啊，我最就是最最殿试就在这儿，就殿试啊，都跪在那边。对，他在这儿考试。电视啊，最后电视就在这儿。在这边啊，这个买了电脑，一开始也不是，明代也不是，这个到清代以后电视就在这儿。它是逐渐的改变它的功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前三名就可以从午门出去。从前三名才啊，他能从午门，其他人是没这个资格的。我们一年也没有开几次。是，就是皇后可以进来一次。进出，皇后进。然后这殿试前三名可以出去，剩下都是皇帝的。这个柱子现在是还是原物？还是原物，都是原物啊，这些都是原物。这个柱子是当时的。这个里头的柱子估计还是金丝楠木，太和殿就不是了，太和殿烧了若干次了，后来他已经没地方去找金丝楠木了。这个是原物了，这个应该是原的，原来的。这个对着下方看不见了，当挡住了。哪个？这个整个这个帘啊。对联的那对联就当主当主啊，最后几个字挡住，当主看不着了，下面看不到，是有机会可以显示一下，不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下面讲什么。哎，您说这种，但是我们智能就是从网上数字故宫里头去看的，应该有啊，数字故宫里头就有了，等会我们找个机会来看。一八遍数字化，数字化。京城365，每天给你推几张这个漂亮的景色。在那都是要好好学习，那房子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生活那么感觉那么快乐的，都是要好好学习，早上早早起来，专门有老师给他们教的。啊，到了清代，这个要下台阶小心了。像康熙，就是在乾清宫，他不要挡前面了。到了雍正以后，他就到了。闪！喂！哈哈，他是看脚下，对，那个就是军机处，著名的军机处就在那。左
左后方，可以左后方。村里头人是很少，没有人想象那么多。左后方哦。对，左后方。啊。左后方。这边啊。对呀、啊。他们往那边跑。不会不会，他们问了不中。他们去跟老管了。白水江源。啊，这个大石雕，这个石头是北京的，在整的一块石头，就是自己的嘛。走散的，你先带着大家走，你走到哪大家走到哪。远不远？就在这右后方啊。右后方，左后方。这是左后方的。可以吗？可以，最后。这个那边人还要往后。进不去啊。没问题。哎，手那个手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然后再开对话。那什么鸟啊？来，三、二、一。好，自己来一个吧，单独来一张吧，单独来一张，单独来一张，先生自己来一张。来这边呢，来三二一，然后三二一，好，好了，好，这边可以，可以，那带着他。退了，退退退退退，其实这个地方能叫开，这个叫叫叫，旁边是在我那边坐，就乾隆花园急着过去，然后再到最后卷起来。72万平方米，我们南北是951，东西是。退退退退。退他们要开大酒。要退了。但是他要说那个是凡尔赛宫，他把他的园林一下，我们就打。你要从建筑这个看，你是我们最大的，而且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那是大概的道，对，几百米，还有15米，十五米。推你屁股。要从那个那边上去了，你们慢下次再来。
小心台阶。台阶上。哦，是的。老板。开始。不要，不要紧张嘞。我得过去哦，那边嘛。孙处，孙处，孙处，孙处。他使这个玉料啊，非常非常的能够源源不断的畅通无阻的从西部一直进入到他的江南的腹地啊，也就是扬州跟苏州进行这种加工。那这个玉山是乾隆43年的时候，他在新疆和田的密勒塔山一个大型的山庙，到了45年的时候，花了3年的时间运送进了北京啊，运送进了皇宫啊，用了3年的时间啊，然后他就用这个大禹治水图作为一个雏形啊，一个底本是他在他的这个内府藏的这个画卷，然后做了一个大禹治水的这个玉山，他是发往扬州做的，走京杭大运河挺快就到了，并且做了这个木样跟蜡样，一开始做了个蜡样是怕那个画，就是因为那边热嘛，怕化了，所以后来又追加了个木样给送过去。因此就逐渐他对这个玉山的一个看重，因为这是他文治武功的载体，而且他把这个三皇五帝当时所谓儒家道统的这个上古明君一直传承到他自己这边，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串联啊，来去来显示他的这个文治武功啊，他是非常得意的。然后在乾隆52年后送回来之后，自此他就没换过地方，一直就住在这儿，因为他太沉了啊，因为他重量对重量太重了。啊，维护住，不然的话都挤破了。重，这是个东西做。5000公斤，
5000公吨，他要省到100啊。他会用一部卡车的，不好说。但是在杜鲁的话，他肯定是比如说用运输加上这个车啊来去做结合，但是他可能是需要经常的做一些补给啊，还有替换，然后把这个，因此用了3年的时间，就是这个非常的浪费。一吨是500。坚持传承中华文化。就是。